我已经签好字了。你们签完字之后，你们两个人之间所有法律上的关系就都结束了。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以试着把我当朋友相处吗？你们离婚也好，重新洗牌，也许有重头再来的机会。林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合作明星跟我们谈提高分成比例，梁总监。你有解决方案吗？我有，最近我们策划了一档节目，我想要邀请你做我们的主持。今天上午工作情况怎么样？非常好，安安工作状态比之前好多了。刚刚就卖出两辆车，本月业绩也稳步上升。他现在邀请顾客一起去吃饭了，那个老板看起来真的很热心，他好像很喜欢安安。